半夜偷游戏机，贼仔十米跌死啊！有线碰台录嚟嘅系43岁姓詹嘅贼仔，佢住喺黄大仙下村。寻日凌晨就去同村嘅龙光楼度爆格，偷咗部值2000蚊嘅电话、少量现金同部电子游戏机。点知28岁男户主同老婆仔女咁啱翻屋企，即刻开灯吓住佢，吓到佢嗱嗱淋爬窗走。但嗰阵落紧毛毛雨噶，怀疑因为湿滑跣脚，由10米高跌落禅棚，重伤昏迷，送院后不治啊！